歌就不得了咯。打燕龙都一定是很厉害，然后最近他翻唱那个阿拉斯加的海湾，爆红。被网友誉为情歌王子，然后他最喜欢是林俊杰，所以也有人说，天哪，他根本也是行走的 CD 吧？那么厉害哎！哦，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有很厉害吗？还是你直接呛你的声音，呛一下嘛？上天啊，难道你看不出很爱他？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？你要拆散他们呢？大家赶紧坐好哦，待会儿唱歌就不得了咯。欢迎小恩带来，你怎么说我不爱你？爱小恩，加油！水哦，呦呦呦呦呦，很帅呢，这个小孩，小帅哥，哎。转过来，帅哥，来来，摇摇手，摇摇脚，哎，不要紧张，对，很舒服的。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当下的欲望，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，凭那些遐想，唱那些。是在那个网络上被发掘的，爆红的，都自己录影片哦。他影片，然后看见唱那个阿拉斯加的海湾，知道歌里面讲的是什么吗？嗯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像刚那一首歌，你唱到撕心裂肺，对，那个是爱情的歌，对呀，还是你已经有交女朋友了？有吗？没有吗？你还说没有？新忙的摇头摇成那样，没有会这样否认。我来看看这个小朋友，他诚不诚实？好好好。那个姐姐漂亮吗？漂亮。我说谎。漂亮，人家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啦。小孩子最真了。对，阿姨爱你。